今天的话，来到这个地方学车，栗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这个环境啊，真心不错。以前的各种原因呢，都没有学到这个驾照啊，然后最近的话，我想真的要学下车了，所以现在来到这个驾校学一下科目二。科目一的话已经过了，挺简单的，但是科目二的话可能没那么简单了，希望自己能够顺利通过吧。然后应该准备学车了，一定要来到这样。要第一个先睇领条线嘅中心线啊，领条嘅中心点对准我哋嘅方向中心，一只标志一对准过去，开过去哦，保持过去呢边线就差不多。边线一定要边线调整车身跟边线平衡，系嘛？系保持过去呢，过去啦，你睇下边线哦，可以调整。你如果你边线冇啱，冇合理，再又可以调整哦。你如果你过嚟，从点睇到位置开始打方向呢？嚟一只门开关，一只位置，门开关嘅位置哦，门开关位置对准一只直角，有一只直角啊，你打灯嚟哦，打灯嚟到门开关到条位置嚟，你大概一望见一只位置对准，跟一只直角，结果咁样先至打转弯咯。往左边打阵，即系嚟打阵方向，系咁样啲角度打咧，一到嘅位角打咧就冇压角。如果你打迟嘅话，要压右边手右边先。如果打早嘅话，要往右压左边角，系嘛？所以讲一定按点嚟打方向。稳定操作系啦，嗰啲可以打灯喎，进入考试机可以打灯哦，考你呢边嚟考试机，落嚟呢啲嚟睇真啲，科目三，特别科目三嘅时候嚟睇一啲点就起作用啊，一啲中心点啊，一啲中心靠过去，嚟我哋打工人靠啲中心点，咩啊人眼睛又睇啲中心点，停边啲啊，要回方向，好，比如讲你而家我哋特别科目三哦，起步嗰阵一定要打左灯，先话，打指定灯一定超过3秒。对嘛？先打条线，先打方向，等要有观察过程嘛。打更够3秒，先得打方向过嚟，先嘛。喺实关节段哦，就方向盘用啱啦。睇你行唔啱，正常情况下就系咁就啱啦，先嘛。睇你行唔啱，调下方向，一定坐到基本嚟调正，先嘛。如果得太往前睇，太往前多一定盘啊。中间系停单哦，往左边盘一边就调左边，系你见睇见嗰情况嚟。一定系上面、下面、左边、右边，我呢条哎喐。轻轻喐下嚟，对嘛？调到后视镜睇见后栏，后视镜系咁得啦，咁执头先嚟睇见啦，咁吩咐咗未啊？有左视嘅，咁左视睇见就得啦，对嘛？边线到车身睇过要拧开过就得啦，对嘛？拧开左右或者系留咗半。我而家到车度嘅系跟右边。用呢边，右左边阔啲嘛？右边你左边出嘛？仲继续入啊？就两，等于两入两次哦。而家我哋后视镜系平嗰条线哦，你倒车入去打下方向点，而家能到啊，仲需要移动嘅，我哋喺睇点，系咁睇，我哋一啲人坐喺呢度睇啲位置哦，一啲位置跟咧，一啲边线对接。跟住边线对接，可以打开啊。呢个已经停咗底嘛，系咁斜过去一啲位置，等我哋变嚟紧嚟一啲位置，我哋成一条视线嚟咁望紧，跟住变嚟对接。30年咪为合格，为即系讲已经到位置啦。咁而家咁已经超过30，等于已经够足够啦，对嘛？如果再嘅30嚟证明咋？为咩咁讲一定要30以前咧？因为我哋车已经喺往左边打咧哦，车尾继续往右边摆咗嚟，系咪？如果要有距离到越近啦，越近越一米左右嘅，有如果可以达到30公分以上嘅，几秒咪到位先啊？因为啲车嘅，而家你仲占右啊嘛，仲系继续往右边打过嚟。大家觉得这个教练的话，这个教学方法怎么样？觉得还不错。这个方法的话容易记，而且的话也比较实用，而且这个教练的话挺细心的、耐心的，态度也不错。
我也是这个朋友介绍的，他说这个教练的话有几十年这个教龄了，跟他学的很多人了，他说再笨的人都能够毕业。